些数以来，我初兄久久金贵稀有，总比他旧故老好，这里我没有办法。一出息不在，不如我先给李逵吧。一心欲归朱雀殿，不禁何匆匆离开？三元修行，迷言不绝，不禁何步行数尺，怎敢一息不顺从？明明是医生来协助医患，为何却守护病犯的？受了，峰回路转，竟是再回蓝天顶峰。最近，你想去哪里？不顾疾病，你真无够意思。我已经到了太古，该回去了。回去哪里？朱雀殿。你可知晓伊连续派人灭杀你？我必须回去。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因为伊是我的，也因为伊是我的兄妹，一情一理，我拢无法背弃。小妹要杀大姐，请问这是什么情，又是什么理？前辈，为何你坚持不让我离开？让你离开就是害你丧死，你欲死。我也要负责任，这种损德的代志，我也是不愿意做。只是不敬和心甘情愿，与前辈无关。错，你若死，就无人可以继承我的剑法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的自己的五行拢不差，更重要是，你跟我真缘，我的剑法将未传任何人。你是为了适合教前辈修士，不禁和恐怕误会，不急，慢慢来，一定有机会，行吧。去哪里？我陪你离开，去解决你的难题。为了找出答案，杨森遵照洪鸿明的指示，独自来到千禧壁之外。喏，这个地方真恐怖。就算恐怖，我嘛是要鼓起勇气。朋友，我无恶意，一切拢是为小辈虚心习惯。所以我来找你，是想上帝的尊请教一个人。认真听话喽。完全是你想小弟的人。Oh no, my God！ 大哥。三日红转，红转阴角，有魂救我，用刀之行，可想敌的准。杜香。来喽！
救命 ！Oh my god！ 看来是无人会救我，我只好自救。我先警告你，我是真厉害哦。我是秦琼，孤身照耀，不舍其他人，用人情。轰动，灵动，心动，剑拔飞腾，金木银龙，来者皆是顶尖高人三子。以下。听不过，这是在下高出灭形心阵，不可能。是个地方就地叫。心并未将李鹏完全封闭，破开通道，就交予你的死神固定。你真正建议我破开通道，以此救我，以我对付死神的第二个方法。杨猛兽即将破开四国通道。放出虚竹乱世，田龙星到底有何意图？伊的目的是甚么呢？千德无中，阴间官员闻讯听不过，听不过会说出关于灭形心阵的秘密吗？当年的迄人有牵连到专用的阴谋，死神事关哪造养神？目的为何？神秘女子口中所说之意，要如何提出消灭事关的方法？欲知详情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戏。披露天气第28集，我们会动向。